好，继续翻到嚟特别篇尾嘅剧情啊！然之后咧，今次剧情咧就应该系讲要去霞光岛嘅呢个道馆度救呢个馆主出嚟嘅、啊。我都唔系好明点解要救馆主，馆主唔可以自救咩？咩路嚟噶呢条系？我有路行啊！诶，咩声？哇，巨钳蟹，泰山牙顶，哇，保护！我唔明点解巨钳蟹好中意用保护呢招技，野生嗰啲全部都用保护。啲电脑好中意将佢将嗰啲保护有保护技能嘅精灵咧，一开头就已经用保护，好似呢只咁样。一嚟已经用保护，我唔系好明点解你要咁做咧？诶、咩地方？欢迎啊，阿曼达啊！你系馆主，你系之前救嗰、那个，啲系测试嚟嘅啫。外面嗰啲咧唔系真正嘅火箭兵，佢只系咧我请你测试你，而家过嚟啦。准备好未啊？准备好啦，去死！你想做咩啊？实在受点，你唔系馆主，冇错，我先系馆主。你恭迎你啊！呢个馆主敦美，多谢你阿曼达做得好好啊！多谢你嘅奖励，多谢你夸奖。但你冇杀咗佢，所以再见啊！啊！天啊！你咁中意咧外馆闲事，好少人咧中意嚟自咧好似纯白镇啲垃圾镇一样嘅你。你喺关刀咧好好彩，而家你咧认为咧可以挑战咧成个骨子群岛嘅火箭兵团分部。咁呢个平台，你要知道你好好彩啊！你正站住喺咧唯一唔会崩溃嘅平台上，但我依然咧可以轻松咁将你击倒。喺呢度下面咧有数以千万计嘅石咩啊？跌落去咧，你身上会有呢一个蜂巢更多嘅窿，嗰啲应该系尖刺嗰啲之类。又打呢只啊，哈姆应该死啦！啊，仲用球鱼添，再见啦，你可以鲤鱼龙。用个比较超先啦，哇，好有型喎呢只，咁有型嘅呢只鲤鱼龙，会型得滞，复突啦，仲使讲，哇，咁少，复突，既然你帮我加工，咁我唔卖气嘅，蚊香蛙，泰山顶，虚张声势，仲佢用啲咩啊？佢用梦话，跟住再用虚张声势，咁又唔好嘥用攀木步，泰山顶，中晒啦，帮我加工免费。呢只就用蛋蛋啦，照好似上次咁打，因为太危险啦。如果再用，我惊打自己啊！会，我哋海马再用蛋蛋，哇！真系无敌嘅呢个组合，必赢！我开两下龙武，水箭龟啊，照打啦！水箭龟已经完全唔惊，加龙水炮啊，多谢晒啊！搞掂了，再见，得未？拜拜！哎，仲有只。水晶尘啊，结咗冰啊嘛，哇必定结冰呢招系嘛？我哋测试下系咪真系结必定结冰先，但系冇得测试喎，系咯，佢就死啫咪，吓系我赢就愚蠢嘅男仔，你都系输啊！你做咩啊？佢将成栋楼拆咗佢，吓吓吓吓啊 ！B B 咩话？仲未死救咗我，嗯？我唔会咧，企得离呢个边缘太近，下面全部都系石嚟嘅。你好好彩啊！呢个皮皮用佢力量咧，将你浮住喺呢个层。你边个啊？我咧胜利之路见过你阿辉，点解呢个你会出现噶？哦，你呢度参加胜利者杯嘅。因为嗰个咧科学家咧冇俾呢个船飞俾我，咁但系咧唔意味住我自己买唔到。知我点解喺度？喺我咧遭到你嘅攻击之后咧，都未揾到我，并且将我锁咗。吓，我攻击你？系啊，至少有一个好似你，一个好似我嘅人。依家你决定留喺度，我又唔系咩都做唔到，佢哋将我精灵攞走晒，呢个地方全部都系火箭兵团嘅小兵。OK， 即系佢真我嘅原因系因为有人假扮我的样子去周围搞事啊！我双打、啊，相信你啊，定系我双打、啊？唔系我单打、啊，你仲冇 PP 添又，真系大镬！袋龙要分散一下投资。哇！好中佢中好啫，如果乜真系死得大佬，哇！吸收拳，太沙顶，哎呀冇技，近身拳击应该打唔死噶啦，试下，真系打唔死，但吸死咗，单打喎，近身拳击得翻三招，近身拳击，攻击增强剂，有啲咩事？营救呢个囚犯，你走唔甩噶，月桂叶，啊又嚟呢招。呢招几劲喎，但系咁易解呢个兵，
等遲啲我哋進化咗隻谷草葉嘅時候，我哋就可以用佢嗰個咩啦，佢嗰個嘅咩冰塵啊，好似幾勁喎，但係佢結冰一彎啊，咁都幾合理嘅其實。如果佢係必定即係淨係一彎嘅狀態影響呢，其實對呢一個嘅戰鬥上都有優勢嘅，都有優勢嘅老實講。虽然那隻嘢速度很慢，但是呢都是在这个欺骗空间下很有发挥的那招技。即是意味着它可以必定将你那个动作锁定，不让你进行任何动作。虽然不知道大家明白这个是什么。对于就是挺有用的一招技能，我觉得。如果真的是我理解的技能。又是什么古拉优影分身。喂，是这么分身的啦。好大镬喎！佢咁样分身法唔得，佢发只枪吹走嗰啲，吹走都 miss 咗。飞勾先啦，哇！飞勾都冇中，系攻击冇命中咯，定系咩啊？哦，佢吸电啊佢，啊可能要输咁样，有机会要输喎，打唔赢佢。啊！佢一用打嚟就输啦呢度。哎呀，真系咧！哦，唔可以太急啊！呢度一急就出事，估唔到啊！仲有咩管住？我都谂紧都冇管住呢个地方，因为呢个地方净系得咩岛主嘅啫嘛，就唔会有咩管住出现嘅。果然呢一个咧系一个阴谋嚟嘅，呢度要打嘅。OK， 冇问题，呢啲易打，唔算太难，冇问题。顶得住啊！呢只死得啦，四用冰属性四倍伤害，即刻可以讲再见啦！厉害相约，咁都唔知咩地方，哇！系咪中伏啊？呢个地方系咪中伏？大针锋水剑，又系巴塔点，同之前嗰一样嘅喎。哦，仲中咗个咩添？中咗嗰个巴塔碟嘅。是包子状态，唔系包子特性啊？有冇解毒药？都好少食呢一个嗰啲药，真系比较少。阿伯怪，呢只阿伯怪冇威吓喎，发现一入场嗰度佢冇威吓我。你觉得你哋两个要去边啊？皮皮。我记得佢啊，佢就系咧将我精灵带走嘅人啊。阿辉嘅精灵喺边？唔知喎。啊！你做乜嗌啊？阿辉嗌咩啊？搞掂。我精灵咧，我唔知啊。我俾人话咧喺黑市上买，你买咗我精灵？咩市场啊？讲出嚟。呢个黑市咧，佢哋咧出手咧食用嘅精灵。No。啊！哇！我谂我听到啲咩喎？我哋睇睇啦，我哋即嚟嘅，快走啊！辉，我出嚟啦，加你赖咨询。阿辉，你要去做咩？要呃人，我知道佢讲大话，即嚟会俾人食咗嘅。我要去搵佢哋啊！我帮你，你应该咧继续留，你继续你嘅旅程啦。我仲有呢个皮皮，佢属于咧呢个岛上嘅一个人啊，最好还翻俾佢。我知道啦，因为我同我嘅朋友一直跟踪你。咩话？你就系嗰只皮皮啊？仲有啊？我啲漩涡挡住咗条路，你可能需要 HM02 啊！我有一个，但我俾人袭击嘅时候抌咗，得未捉住我时候冇办法咧，从佢嗰度咧抢到，你应该攞住。我的精灵需要我，樱花徽章啊！再见阿辉，快睇下辉啊！佢仲在山，你翻嚟做咩？嗰度嘅 video 你唔系啊！我的精灵复活失败啦 ！No， 呢个杀人法等等先，我觉得唔系，冇再同佢狡辩啦！佢袭击咗，依家杀咗阿辉，冇可能嘅。你咧太健忘啦！我哋要为自己做啲事嘅小粉下降到，哇，好恐怖啊！剧情啊，进入呢个黑暗层面啊，各位已经有冇传送压爆？我想问你度，啱啱嗰个情况就系、是大家见到啦吓，咩、呢、這个阿辉俾人偷走晒精灵，然之后咧一个火箭兵团告知话俾佢听咧啊，有个黑市地方将个精灵卖走晒，然之后咧系一个食用嘅，哇，好恐怖。劲恐怖呢个剧情，果然特别 B V 系唔适合小朋友玩，真系恐怖到不得了。以我嘅名义停止喺你伤害的心之前，
佢俾咗个船魔俾我，佢话佢好似唔见咗个船魔，系嘛？呢个岛就系佢嗰个秘密基地。咁我依家应该要去嘅地方系边度啊？会有大钳蟹嘅咩？唔记得啦，已经好似有吓。换俾阿小霞嗰阵时换嘅鲤鱼龙啦，系嘛？而家要去边啊？呢度又唔系啊？死啦，冇乜点留意佢，叫我去边添？哦，系咪去嗰个咩道啊？之前有个阿伯顶住咗条路嗰度，系咪呢度？系啦 ，OK。就系呢只 game 需要记性的。哇，地区形态真系有趣的。话时话咧，上一集都有讲到咧地区形态同埋咩古代精灵嘅话题啦。我觉得 Pokemon 呢个官方其实真系有可以出一出咯，可以一试，即系将啲精灵旧有精灵将佢地区形态化，大部分啦，你唔好净系话咩，净系整呢一个哇唔够胆，哇爆击！即大部分精灵都将佢地区形态化咧，咁相信其实已经将即系已经大大吸引到大家系啦。之前咪出过阿罗拉嘅地区形态嘅，咁但系其实真系太少阿罗拉。咩阿罗拉嘅哥达，仲有阿罗拉嘅咩啊？毒气双子系嘛？阿罗拉嘅椰蛋树啦，呢度已经有只啦，即刻。咁我觉得其实呢一啲都可以出多啲嘅，真系唔知大家点睇啊？亦都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呢一个地区形态呢个设定，我觉得其实 O K 嘅，即至少都系有新嘅精灵啊，新嘅精灵同埋新嘅环境，系一个唔错嘅，我觉得，即系好过咧乜都唔出，乜嘢地区形态都唔出啊，乜新精灵都冇啊，跟住又出新一代咁样，或者出得好少，好似阿罗拉咁啊，可以出多啲其他形态会好啲。虽然本身阿罗拉佢系有新精灵喺度嘅。我哋曾经喺把木嘅左右臂，简直咧侮辱咗我。依家竟然成为咗咧啲兵仔，真系我知道喵喵怪倾呢件事咧改变唔到啲。喵喵讲得冇错，你真系要咁样。No， 我哋咧完成喺把木嘅使命。你逐关心呢个，我唔中意嗰吨尾嘅，但系佢啱嘅。严格嚟讲咧，把木唔作你大佬啦。喵喵喵怪，你讲咩啊？我了解我哋嘅 boss， 佢唔系咧一个会做出呢个咩决定嘅人，佢一定喺度计划紧啲咩，或者咧系成个任务咧一个咧对火箭兵团剩余嘅一个忠诚度测试。诶，话今次咧系为咗清除呢一个二五仔嘅，当然啦，呢个只系猜测。如果系嘅话，你觉得咧把木会对我哋做啲咩？咁我哋点做系咩？我哋要保持低调，以呢个双重间谍嘅身份，哇，劲聪明喎！十 BB 嘅火箭兵团，其实我觉得做低呢个骨子群度分布。喂，你三个快做嘢啊！收到，而家即刻去做。好啦，启动机器嘅时间到啦。喵咩事啊？催眠。我觉得特别偏 red 嘅火箭兵团咧，或者啲剧情咧，真系有用个脑袋去，即系去继续呢个剧情。呢个 green 噶，花队咧精灵扣到啊，喷火龙唔起作用，小心啲啊！发生啲奇怪事，喷火龙咧由佢精灵扣出嚟咧，佢开始咧狂暴化，同呢个精灵发生喺飞天螳螂同狗尾度。好，等。意味住我唔可以用我精灵去削弱，快走！喂，唔好抌低我先得噶！你去边啊？去救我啊！喷火龙同埋嗰三只嘢，我哋帮手，唔关你事啊！我 Queen 到我迹未俾你睇啊！喺你之前咧，揾出你嘅精灵，我会喺你之前揾出你嘅精灵。你究竟有啲咩问题？呢、這个岛上一定会有人知道系发生咩事。OK， 啲咩？咩鬼个？咩啊？支线任务呢啲？在过去几日咧，精灵一直拒绝听从他哋的训练师，有些甚至喺逃跑之前袭击咗佢哋嘅训练师。鬼师喎、啊，鬼师，我哋倾紧嘢啊！点解你鬼师冇事嘅？呢、這个就系奇怪嘅地方。虽然我哋同事嘅精灵都唔服从我，但系鬼师唯一表现正常。咁因为鬼师系幽灵系嘅。解答到啦，即刻。我话过俾你听咧，唔需要插手喺你伤害之前咧，停一停。冇错，鬼师系幽灵系，咁但系有啲咩关系？我自己咧做咗啲调查，有人喺外面咧控制住我嘅精灵，相信系一个强大嘅超能力精灵嘅杰作，就好似咧超能力招式嘅催眠术啊嘛。好啦，孩子，我再做一啲调查，你两个应该留喺度，唔好做啲鲁莽嘅事。我自己揾你多啲。而家唔系叫我嘅时候，我唔介意，我唔需要咧人帮手啊。我要躲过，我系咧逃过自己喷火龙袭击嘅人，我亦都系发现咗咧暴力行为超能力精灵做，你乜都冇做啊，走啊你！
十年前一单案咧，导致四人死亡，所有咧面都被人削掉，哇，恐怖嘢！就快解决呢个事件，呢啲应该系咩警局啊？呢个系啦，警察局，做啲咩接支线嘅地方？东海星星用佢愤怒嘅眼睛望住我，发誓我想喊。海星星有眼睛，中间嗰粒唔系眼咩？定心脏啊？中间嗰个系呢啲真系唔系好知道，即系讲紧我呢啲我呢啲基本上玩咗咁多年波嘅人咧，我都唔系好清楚某啲精灵嘅特征。海星星个心口系咪眼睛？我真系唔知道，我觉得应该系心脏之类啊，心或者系系咯，应该系一啲一啲内脏啊，系啦，我唔知点讲。呢啲真系好有必要整一整一个精灵知识录啊，但我成日都忘记咗。嗯。等遲啲我都會再出嘅，請大家耐心等候。同樣事發生喺呢個同樣嘅精靈度，應該要游水啦呢度，冇路行啦已經。哇，咁有型嘅呢只有得衝，幾型喎呢只真係，唔係講笑，佢用水技打我，哦，瞬間秒佢。可惜呢一度咧，精神老火。咩嚟个系？呢个系咩啊 ？OK， 唔理啊呢个，唔知咩嚟呢个。OK， 呢度 PMB 一五，我仲有事情要做。我仲有啲咩事情要做？点样搵啊？应该喺呢个岛度啦，系嘛？哇，鲨鱼呢度啊！见到一条水晶大岩蛇，水晶大岩蛇嘅剧情。OK。而呢个熟悉嘅巨牙鲨，系啊！你睇佢连一般正常版嘅精灵嘅样都有喎，有点犀利喎！呢只版本究竟储存咗有几多只精灵？应该都有千几只。一般正常嚟讲，Pokemon 系依家系八百几只啊嘛，系嘛？定九百只？八百几只好似冇记错。哇！冰嘅烈焰马，竟然有冰嘅烈焰马。普通亞帕怪，還有煙霧，啲煙霧成日都覺得係精靈球嘅，喂，打唔到佢竟然，麻痹得滯啊！解毒喺邊度 ？Oh my god， 冇解毒啊！連接石厲害 ，BP 解凍，元氣粉速度增強，活力快。冇喎，真係冇解状态样，我竟然唔得，要买一买。哦，呢只係呢只係咩呀？諗諗先，呢只係 XY 啊，咪呢只新搬啊，新搬嘅水晶大岩蛇啊，呢个係啱啱佢都有提到啦，水晶大岩蛇，我哋唔好入去住啦，唔好啊，照入啊，因为水晶大岩蛇呢啲。我唔知佢嗰个主线剧情关唔关呢度事，我哋照嚟啦。哇，咁有型嘅呢只，熔岩板臭臭嚟，火系喎，呢算少都几靓仔喎，又系，劲靓仔嗰啲嘢真系，特别 PVP 真系俾咗一个，俾咗一个好好嘅一个咩，好好嘅游戏体验。啊，得啦得啦得啦，入到啦，都几难，都唔系话几难嘅，但系要真系要了解一下嗰条路线。大爆炸，黐线，我得翻咁少料大爆炸，等一次缓重先，缓重，系咪有大药啊？全服药系咪有啊？我啱啱好似见到有全服药，解冻有啊，全服有啦，有呢个点啊？高速移动，高速移动真系死咗。佢点解可以快过我噶？嗰只嘅阿帕怪又喺度抌烟雾，有烟雾，黐线，大舌头，
我成队都烟雾，大佬扣晒我啲 PP 喺度，嘥我 PP。呢度水晶蓝石喺边度？咦？呢、這个地方系咪啱啱嗰度？咁唔可以再行啦。咦？呢条路呢度啊？诶，唔系喎，冇啊，冇其他路行咯呢个，得呢个楼梯，但系呢个楼梯好似出翻去。哦，呢度咁样过去，转咗声嘅点解？诶、欸，确定水晶淡石已经被发现啦，知道？水晶淡石呢度有水晶淡石，我要收服佢，哈哈哈！一企喺度有好嘢，即刻就想抢啦！地域宝珠系乜鬼嘢啊？呢个本身有噶，持有时能已变成特定精灵嘅球体。咁有趣，呢个咩假进化定咩？冇讲到真系唔知喎。水晶男仔边？喺下面呢度啊？我又落喺度咯，系咪要捉佢啊？而家真系水晶男仔啊！哇，落冰嘅水晶男仔，目标已经被第三方人员捕捉，唔好意思，捕捉到，我一发，我搞掂。系啊，道歉即刻翻嚟，已经被人抢走咗了。再见，有冇穿洞绳啊？穿洞绳在哪里？穿洞绳冇喎，只要唔系加特工就得啦。我加速减防，加速减防完全系废咗。冰地属性啊，冰地属性怕咩啊？怕火、怕甲、怕水。火加水草，系嘛？火加水草，火加水草降岩，哇，超多！我再捉个，我唔想去见到减防，虽然我未必拎出嚟用啊，我老实讲，我潜地，唔好以为潜地我捉你唔到啊，照捉，咁难捉呢只咪特别劲啊！哎呀！太劲啦！一发打死我。吓，系喎，佢自己都惊，佢自己都冇抗兵喎呢只，唉，真系流流地。哇！一下暴风雪打到咁样，能量球可能，能量球应该唔死，太高估佢添。佢连我一发急冻光线都顶唔到，咁点样打？点样打咪好啊？定系都系直接抌啊？直接抌啦，唉，唔好烦啦，就咁啦，系呢个蓝石作为最强防御嘅精灵，系绝对唔可以有减防嘅情况出现嘅。咩男仔？啊咁啊咁啊 ，OK OK， 冇性格就系一个最好嘅选择。点解而家去边呢度啊？我喺呢度啦，呢度冇锁咗，你想直接入去？唔使担心咧，啱噶喺后面咧就是、控制中心，令到呢个岛咧所有精灵都变得暴力啊！我知兵团，我知道咧，你哋幕后主使，我会好似打低你，大佬人打低你两个，啊哈哈哈哈！傻仔，我哋唔系揾你打噶，你帮手嘅，系啊，好似我会相信你一样，听住啦，一旦放出精灵，佢就会咧喺我哋嘅控制之下，你冇可能咧，你冇可能咧喺比赛当中打低佢两，喺拳赛当中冇精灵，你只一个咧无助嘅小孩啫。但幸运嘅咧，我哋唔系嚟伤害你，我哋企你嗰边，至少依家系啦。你睇喺呢个岛上嘅火箭兵团成员咧，都带咗我哋要好嘅伙伴 Mel Mel， 冇错，我哋好挂住佢。但如果我哋一齐努力咧，我谂可以解决问题。嗯，我要同军沙倾倾先。当然我哋会一齐去。哇，咁顺摊，黐线，黐线，梗叫军沙自己过嚟啦，点会一齐去啊？咁啊，真系军沙小姐，你已经揾到罪犯啦！我唔系佢哋咧，佢哋帮我哋揾到真正嘅罪犯。你竟然相信火箭兵团，你嘅智商已经跌到新嘅低点啦！而你系个咧对自己精力失去控制嘅训练师系嘛？即刻讲唔到嘅，即刻串佢。你嘅朋友系啱啊，但系我唔确定可唔可以信任呢两个。佢哋火箭兵团，依家我应该拉咗系咯。如果你将我哋困咗咧，你又揾唔到啲精灵。你睇下，精灵被困喺一个咧呢个岛嘅秘密藏身处，入咗呢个藏身处嘅地方。
入呢个藏身处只有一个方法，就系咧通过前门进入，但系只有好似我呢一啲嘅真正成员咧，先可以打开嗰度冇嘅密码，所以你需要我哋。得啦，我哋直接入去。我攞咩啊？攞你嘅积嚟噶。哦，等下先，佢哋走咗喎。好啦，睇下我哋冇得拣，开始行动啦。我唔信任佢哋啊！喺瓜岛嘅遭遇，我真系唔敢相信你会相信佢哋。总比咧坐喺度咧无所事事好啊 ！Green， 我哋离呢个破案近咗几步。OK。孤鞋红到以为色为豆粒菇都喺呢度嚟啦！睇你今日咧，我哋嘅幸运日呢个地区咧，完全咧冇咩太吉啊嘛，太吉啦！好听嘅歌啊，总系咁悲观嘅，悲观嘅小孩嘅。孤力快嚟啦！呢度最后一间房，呢度咩都冇。我就知道啦，阿 Queen， 唔好挡住我啊！阿 Queen 佢哋系想帮我哋嘅，一啲都唔觉得奇怪，呢一切几咁方便，佢只系咁啱出现某种原因，呢度咧冇任何兵仔站岗。好啦，我，哈哈，好聪明啊！哇，出晒嚟咯！呢两个做得好啊，我就将佢哋两个咧同军沙咧困住啦。拜拜，再见啦！哇，系被困了。我真系唔敢相信我竟然上当啦！滋滋滋滋，系一只食梦兽啊，一定系咧呢个罪魁祸首啊！我哋被包围啦，我有个主意啊，鬼师保护佢，唔受咧催眠影响。跟住点啊？跟住直接打佢啊！哇！咦，我仲有精灵喺身，我仲可以控制。哇，你咁废，捉唔捉得啊？想捉喎，捉一捉佢先。哇！俾啲自信，点会咁样系咁用飞行技，系咁回血？唔捉得咯，俾个冰柱都仲可以避开，真好嘢！要打晒佢啊！我因为我啲精灵系依家系唔受佢催眠影响，所以就冇事。所以佢鬼师咧就系点解个鬼师保护咗我系啦。哇！阿 Green 呢啲精灵都几废啊，得50几咧，学人想做冠军啊！搞掂，清晒。哇！呢只啊，翻屋企啦！我唔明点解可以攞呢一只嚟做呢一个嘅，即系今次事件嘅主角。啊，呢只嘢劲渣其实，虽然佢呢一只嘅精灵咧个特点就系佢个催眠术好强啊，系啦。好，你都冇事啦。对唔住啊 ，Green， 要听你讲啊。我知道点解，我出卖你太狠啦。我对个精灵嘅事咧好嬲，就攞你出气。我咁样做都唔啱。但你系啱嘅，唔关我事，我差啲害死大家。你揾翻我嘅精灵啊，打和啦。好 ，boys， 我哋咧有更加重要的事要担心。好啦，我哋离开啦。搞掂啦，咁就啊。哇，啲火箭兵团靓仔出晒啦，又。人生极佳。所以其实某程度上，嗰火箭兵团咧都可以话系利用咗我嚟瓦解呢一个骨子群岛嘅。哇，小乌龟，瓦解骨子群岛的火箭兵团分布，系啦，你可以话系卖咗阿 Green， 卖咗阿 Red 佢哋，又或者亦都系利用咗佢哋啦，系啦，大比鸟呢只火系啊，唔系喎，佢用何氏顺，大干蛇水，水技啦，继续，佢哋嘥咁多 BP 咗。系咁行嚟行去呢、這个呢、這个战武狼，但系佢冇用威吓噶，又系点解咧？高速移动，哇！呢个系你师傅啊嘛？系咪战武狼师傅呢、這个系？比话啦，系咪仲有只师傅喺后面？飞腿狼唔系，仲系阿师傅喺后面。木桩狼啊，几有趣啊！搞掂。好啦，我哋翻警局咧，要求支援，边个都唔准走。睇下有人咧，唔知几时先会释放气。不如我哋嚟打一场咯，三打一对好好啊，唔好放松啊。佢超能力好强嘅，好快出嚟一匹火龙控制佢精灵。将军，出嚟啦！冇鬼先保护我哋咧，唔可以咧抵抗呢一个食梦兽嘅催眠。皮卡丘用火箭头锤，哇，冇可能噶，小子，控制佢皮卡丘啦，控制唔到啦，系嘛？用打雷咧，比卡超，
完了。我代表呢个公民呢感谢你解开最近精灵集件嘅事件嘅背后迷人。我哋仲呢为另外两位小智，两个男孩小智同埋 Green 呢颁发我特别奖，但佢哋似乎消失啦。我都有一份特别嘅礼物，大师球，差啲忘记咗你，你皮皮呀，唔系我噶，佢系呢其他人嘅其他人。有一堆漩涡挡住我游泳，只有船先可以去到。我有个朋友叫湿婆住喺呢个平金岛，佢会帮你。平金岛喺呢度嘅北面，睇唔似添油。佢又系追捕住我，东南西北北边上面。呢度好有型啊，李如龙嘅呢个。你就系嗰个女孩粉红啊，系啊，你记得我啊，系啊，石英联盟啊，你嗰时好有型，你哋喺度做咩啊？我想警告你，等先，我要去平金岛一齐去。哦，系啊，系啊，去啊！哇，咁顺摊嘅，呢个咪假嘅呢个粉红又系假粉红。嗯，呢个咩人？系打得咗辣椒，为佢报仇。哇，你都系报咩仇啊？你信松信啊？有呢个信士鸟喎，真系又系烟雾。现在这么多衣帽攻击的他们直勾直接波一下已经收了我档搞定这里嗯不是游水啊这里粉红色的地方啊这里好像粉红色的西游哇他是粉红色很喜欢的颜色的等一下安静你见不到呢我正在这里观察他的日常呢我走咗咯，你睇下你做咗啲咩？你将粉红嘅毒个西游吓走咗，已经追踪咗一段时间，你两个白痴搞祸晒。佢呢个新角色嚟嘅又系，你知唔知系你吓走佢？点会系我嘅错啊？我觉得佢自恋狂，唔好扮可爱啦，小姐打把蛇噶，你唔觉得你自己咧太过黐线啊？我唔要你觉得啊，我要我觉得，我依家咧要快啲追翻我只粉红色嘅西游。粉红色，我呢个系主线嚟喎，粉红色啊，行路草。哇！唔俾过，多多利粉红色嘅呢个系，你睇下咁黐线，劲多地，佢呢一只原本都已经有啲地区形态咯，粉红色嘅精灵，粉红色嘅岛啊，喺边啊？点行啊？外兽，好可爱喎、啊！仲以为佢唔俾我过，原来要揿啊，原来要同佢对话。呢度啊，西游。找到了西游他都是癫了就来哇啊捉得中不中得试下捉先不捉得那我們直接杀啦你没事啊粉红哦没事刚才太尴尬我实在太相信精灵和人了在我生活里面呢啲人成日都说我容易被人呃的天真无知你要知道呢个呢好好的品德希望我可以见到人呢善良的一面我的天啊我俾你呢再找一只粉红色的西游估不到你竟然将他打走你攻击粉红啊，低能你问你问题啊，冇问你答啲咩？点解读个西游系粉红色嘅？呢、這个岛咧，全部都系嗰啲平金果，嗰啲果实咧含有咧改变精灵颜色嘅天然化学嘅物质。哦，唔怪之得西游系粉红色。你两个仲喺度，你冇自己嘅嘢要做嘅。我谂你应该要走啦，唔好理我哋。哼，再见。今日好有趣。顺便讲一声，你仲未话俾你喺度做咩？好啦，事实上咧，我系嚟警告你，你记唔记得正宗啊？记得同佢对战过，佢想伤害你。咩话？阿辉死咗？佢被一个生得好似你嘅人杀，但我知道唔系你做，肯定唔系啦。我就知道我系揾正宗，我谂可以阻止佢嘅。一个生得好似我嘅阿辉，嗰啲外管闲事嘅孩子，你好，你想做咩？粉红色嘅毒个西游情况点啊，特师奶？我失去咗佢啊！有个孩子咧嚟打晕咗，不过唔紧要。我已经观察咗一段时间，只系一只普通嘅精灵嚟嘅啫。个颜色咧嚟自平金果嘅色素，冇咩特别。佢唔会知唔知你嘅事？梗系唔知啦，佢哋唔知道我系精灵协会嘅成员。咩叫精灵协会？我知道我知道，我冇办法穿个漩涡去俾翻你嘅，将嗰、那个将你俾翻人啊。喂，冷静啲啊！可能我就系湿婆啦，我湿婆你系君莎小姐嘅朋友。冇错，打个电话俾我问可唔可以帮手啊？呢个主人咧，呢个皮皮嘅主人咧喺呢个彭金岛，不过咧冇办法穿越过去。好啦，我唔可以帮你穿越呢个漩涡，但我有更好嘢。你可能识我表哥拉姆，我可以用我嘅呢个卡斯咧，将你传送到呢个周围嘅地方。你去过咧，我都可以传送过去。OK， 快金岛见。OK， 即系而家解
解锁咗呢个传送嘅功能系嘛？做咩呢度有棵树唔同样？普通的果树，乜都攞唔到啦。飘虫，呢度咩嚟噶？万灵变形虫。OK， 呢度啊，系啦，出翻嚟啦，佢嗰个传送精灵嘅功能已经。好啦，咁今集时间就玩咗咁多先啦，非常长嘅一段时间啊。咁啊，下次就继续劇情，同埋多呢个传送之后都几方便，可能可以翻去解一解啲支线任务。今集时间嚟到先，下集再见，各位，拜拜。